我们觉得刚刚好，对不对？你们俩谁都不会。他说：“以后我不要讲。”谢谢你的参与。一二三四，麦大豆浆，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五麦美食频道每天五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。等一下我要跟成员带大家一起开五麦的会议。说到五麦的会议的话，有一个食物我们不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披萨。这次必胜哥又出新品，所以我想要买回去给大家一起吃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去买吧。给大家一起吃。叮咚！哦哦，快递来了，披萨的，哇，披萨呀！哎，怎么今天开会只有一二三位呢？因为我们先开完会了。那我们就先三个人吃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吧。好啊，今天怎么又吃披萨呢？今天必胜哥又出新品了，耶！耶，的披萨呢很特别，我们先开这一盒好了。姜姜，炸鸡，炸鸡，这个是三星稠嘟露果比茶，我来翻译一下，谢谢。三星葱脯肉果叶披萨，这个的话，以前的新品的话，一看就知道哦，是这个，可是这个看不太出来。那我们要先吃吃看吗？谢谢。这个怪怪的，给肚子饿的慢的。じゃあ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三星葱是那个宜兰的出身，对，对，宜兰最有名的。宜兰的三星葱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吃下去是脆脆香甜的，真的很甜。而且这个就是料不多嘛，可能一开始是有葱的味道，可是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对我来说，那个葱的味道是比较辣辣的感觉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辣辣的感觉，就是它这个肉。很甜的，台湾的味道，真的好台哦。就是补肉的，也是宜兰很有名的。原来，那这个真的是宜兰特产的披萨的感觉吗？那所以台湾人都一定知道那个是从宜兰来的吗？如果提到三星葱的话，一定是啊，宜兰是葱界算是高级的，高级的葱，厉害的是。你好，那这次呢，这个三星葱系列还有一个，就是这个丹丹。而且这个里面好像有千层的起司妞这样子，来来来来，谢谢，せーの，嘣嘣嘣嘣嘣，哇，好多满满的葱，还有起司，哎，是哇，满满的葱味，对啊，いただきます，哇，哇，超美。我知道这个是日本人喜欢的味道，就是吗？还有咸味，因为有点太咸。哇 ！No！ 刚好，跟日本的おかず饭一样的感觉，对，吃回去。我觉得有点咸，需要配一点水。那好大啦！大家也好大啦！那这一次呢？他们之前有出一个新品，我也有买一个新的披萨，就是せの。哦对，然后刚才那个披萨是一份710，然后现在他们有买大送大，所以这个是免费的。那这个免费的前一阵子的新品就是这个，姜姜，这个是山珍海味还原，这个是薄的跟厚的都可以选，我这次是选厚的，让我们来吃吃看。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上面圆圆的是那个炸干贝，慢慢的海鲜的味道。这个下面的寿司是什么啊？龙虾沙拉啊，是很干吗？
然后这个缓缓的是，就像グラタン那样子吗？有一点不是那种大披萨的感觉，再次很精致的东西的感觉。那你们比较喜欢这一款还是刚才那个三星葱？三二一，三星葱。为什么？我比较喜欢它的丰富感，因为刚才的话料可能就是比较单纯一点，葱跟肉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，就是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口味。你们呢？我的话，葱的味道很香，所以比较恰到的感觉，很惊讶的味道。我也觉得这个味道比较淡一点，刚刚的味道比较香，比较浓。真的呢，看起来这个比较丰富，比较有味道，可是其实味道是反过来的。可是我们的第一名就是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面包。不是啊，不是。它是我的第三名。不是。因为太咸吗？太咸。那个葱的甜味跟芝士的鲜味，刚刚好的是，没有刚刚好的是，避免人喜欢的口味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吃吧。好，大家回来了，おかえり。然后你们辛苦工作了，我们有准备必胜客的新品。那答错的话呢？答错的话就拜拜了。せーの，讲讲。嗨，嚯。这个叫三星葱，然后呢，我的 quiz 是这个三星葱是台湾哪里的特产呢？你爱台湾。对，就是讲来台湾很久了。三星葱，但是佐藤ちゃん是超级喜欢台南的人，所以应该这个必胜客的披萨也有台南的颜色。答话，三星葱是从台南来的。我为什么你笑？没有，我觉得你很厉害。哦，我也很会推测。那台南？答案是不是台南？答案是，丁丁知道的答案是宜兰，答对了。丁丁获得了我们这个新口味披萨一片。耶！耶！其实我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是看不到的，做效果。啊！就讲很会做效果，也可以自己变披萨。太好了！来吃吃看。哦，妈。有满满的台湾的感觉，真的，这个上面的炸鸡又跟里面的炸鸡不一样了嘛？比较甜味。对，台湾的胡椒的味道。然后这次他们三星葱呢，还有出一款，就是江江三星葱面包，然后这个里面还有满满的起司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吃，超级好吃。对，日本人喜欢的口味。这个吗？日本人喜欢。台湾人不喜欢的，还好。很奇妙。哇，很棒！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、もうこれは好き。愛に。おいしいよ、本当に。这个咸度对不对？哦，那是很咸耶。对，可是对台湾人说太咸了。我来试试看。太咸了。我可能对日本人来说也太咸了。那俊俊已经台湾话了吗？而且我觉得它咸是死咸哎，不是好吃的咸。俊俊你觉得呢？我懂你，就这个目的。台湾人，我们觉得刚刚好，对不对？你们的食都有味道。哪有？可是我们原本现在3-2嘛，我等下可以问看三元意见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有缺一个人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拿去给三元，终于可以大家一起吃披萨了。很认真的问题，三元来台湾已经很久了，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葱葱？有。对，这个葱呢是台湾非常有名的葱，然后你要猜从哪里来的，答对你就可以吃。从哪里来的葱？那提示一，这个葱的名字叫三星葱。啊，三星葱。那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好不好？吃吃看就有答案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，那你猜猜看吗？三星葱。我慌了。
提示。分かった。イラン。答案是イラン。うわー！ラナガゾ。ラバイング。大変だラバ。三二一。イラン。おお。来，请吃。谢谢。嗯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你的感想来。好吃。那不行，以后我不会要长大。谢谢你的参与。可是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硬顶邓健讲到还没有吃的煎饺。哇！那这个是海鲜的，要不要吃吃看？好啊。好吃吗？いただきます。不是呀。这是干贝吗？对。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它面包是好吃，可是它青椒味太重了。你不喜欢青椒呢？早就好吃吧？是好吃的，可是我个人要比的话，我可能就喜欢那一款，因为它是薄皮，然后它的葱也蛮香的。这个话就是单纯的海鲜味道。好，那我们一面大家一起吃披萨，我们要不要来讨论，就是我们10万订阅纪念的时候，五麦频道想要做什么这样子？因为五麦美食频道就是托大家的福，快要到10万订阅了。我们50000的时候，我们吃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牛排。那这次的话，我们想吃什么呢？三月有什么想法吗？猪排。大三都讲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的话，鸭排可能。那令令的话呢？鱼排。哦。那妈妈的话，她说鸡排。老板。老板。那边侄子呢？想吃什么呢？鸡块。哦。10万块鸡块怎么样？块还是钱的块都行，10万块。没有更好的计划吗？那观众的大家想要看怎么样的计划呢？可以在留言栏告诉我们，不然我们会吃10万块的鸡块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吃吧。好。喜欢那三楼哪一款面包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三星葱披萨。其实我也是。那你呢？三星葱披萨。哦，那你要过来一点。他没有自己的。哦，海鲜的。那你自己一果，拜拜。哎呀，哇，好可怕。Yes, good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别忘记我们五麦美食频道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珍惜眼前的一切，谢谢鸡先生，谢谢猪先生，享受每一口的瞬间，多谢。